还有这样用就是板子拿起来，然后坐旁边。那我先用剪刀打开，有地方可以打开吗？还有地方可以打开吗？这边，嗯，打开，打开，这包裹就小，后来就变这长这样子啊。都甩一个的，甩一个，干嘛 ？No。啊？不用哎、欸，不用剪刀。用剪刀。这什么？放大镜啊。放大镜。它真的扁扁的啊。那是扁扁啊，怎么用？是扁扁娃娃。你用空气。扁扁娃娃。扁扁娃娃。哎，怎么这个扁扁娃娃？忘了，真的是扁扁娃娃。这是扁扁娃娃。他帽子，你看，你看他帽子，哎，泡帽子可以打开耶。